各位召唤师以及在网络上收看 Garena Live 马卡贝博士电台，各位召唤师，欢迎回到2015LNS 春季资格赛事，我是主播基德，我是赛明超超。好，那我们刚刚结束了 B 组的旅程了 ，B 组最后出现了两支队伍、哦，分别是我们的 AHQ 以及 Darling U 业余队伍，顺利的拿到一个名额了。那我们现在要回到 D 组，最后还没有决定胜败的这个 D 组来看一下。 第一组一定会有一支业余队伍可以挤进来，但这边 EBD Legends 也职业队伍也还没有拿到门票，所以会不会最后有3支业余队伍顺利的挤进8强，也是说不定的事情。其实这是蛮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在这个版本之中，其实大家的差距真的没有这么大。我真的讲，就是它差距没有这么大，不像上个版本，因为上个版本可能职业队伍就已经先练了整整1年了，所以他们真的很了解这个 meta 的换线，这个 meta 的眼位这边要怎么样入侵，怎么打？但这个版本的时候，其实甚至职业队伍得到的资讯是落后于业余队伍是有可能的，因为职业队伍之前在打 IEM， 他们必须要花时间在练习4.19版本，就是旧的版本，他们花时间很多时间在练习这个旧版本，而反而是很短的时间来练新的版本，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业余队伍跟职业队伍的差距会没有想象中这么大，职业队伍反而可能优势只有在选手个人能力上面有一点优势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场比赛是 EBD Legends 对上 Rush。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蓝方的香港队伍 EBD Legends 的队员。那可以从镜头上面看到，他们今天的阵容应该是跟上一周一样哦。上路的阿文买 TQ 以及Wish 来打一个中路，然后Wish 来打中路的情况下面，这边 Jungle 是神手贵哦，现在坐在左方数来第2个的位置。那下路应该是月跟 Wind 的一个搭配。好，马上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是我们的 Rush 战队。那镜头上照到的是我们的黑手 Big 以及 Raptor 叶他们的 Jungle。那马上来看到乌拉拉是他们的中路，看起来是比较大叔的一位中路。有没有拿葛雷夫打中路的机会呢？以及他们的 Support 大明哦 ，Support 大明。 以及最后才在打资格赛之前才加入 Rush 的艺术花美男花，你今天依旧是非常的艺术的发型。那来到我们的 LNS 春季资格赛，他们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1胜，但他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所以以现在的第一组来说，唯一一支队伍打完3场比赛的是我们的 THL Team Hopeless， 他们以2胜1败的战绩坐收。那现在的。 好，那现在在进入 ban pick 之前哦，赛事方这边有一个资讯要宣布，就是因为2支队伍都在今天的比赛发生了迟到，就不管是香港队伍到香港赛事中心报道的时间，跟这个台湾的 Rush 来到 Garena Stadium 时间都比规章上规定的时间晚，所以各罚1个 ban 角，所以这场比赛只会有4个 ban 角可以进行。 这就是一个跟他们赛前所研究完全不同的游戏，因为我想大家不会有人赛前想说我们应该只有4个 ban， 所以我们要 ban 哪些？但当然他们会想说哪些是一定要 ban， 但是只 ban 4个 ban 的情况下，其实跟6个 ban 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正常来说，应该是子方的优势会大一点，因为你的 ban 花的很少的情况下，很容易开复数的 OP 角出来。对，就比如说3只、4只、5只都有可能对你而言的 OP 角。对，好，不好意思，刚刚这边。 应该也是讲错，我刚讲完以后就觉得自己讲错了。就是Wish是在我们的 No Game No Life，、哦、所以中路是由我们的 Chili's 来打嘛？因为上一个礼拜的对战是由 Wind 来打中路，所以这一场又要把辅助跟中路再做一个对调，这也是神奇的想法。对，而且他们的前身是 CGN Legends， 那时候我们的 YAU 月是打中路的，爱因斯坦是打中路，所以他们又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轮转哦。那 真的我们也看不出来 EBD 他们到底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们原本的打野选手是后来没有办法参加职业联赛的情况下，神手龟从 AD 位顶上来以后，他们另外3个位置就是开始一直做调度的状况。因为其实 EBD LS 这几个人他们在每个位置上面发挥其实都还蛮不错，我记得他们一直长久以来都是台服高端选手，然后因为打 solo queue 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位置他们都玩得到，所以说其实。 他们这几个选手在位置转换上面也许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换的位置其实是 AD 跟中互换，我觉得其实算还好，因为这两位置拼的都是操作，但其实辅助位其实有点差别。辅助位代表的是一个队伍视野的控制，就是跟 Jungle 2个人的协同眼位要怎么布，对，但 Wind 之前在 CJ Langer 就是打辅助的，或许这个调度回来也是可能跟着 Chili's 之前是打花王是打中路的时候，他可能是不是在比赛或练习过程中发现这就是叉烧提到的眼位上面。 会比 Wind 做的可能没有这么的扎实，所以最后又调回了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一个资格赛事，尤其是一个短程的资格赛事，只有单循环，一直做调度，我觉得对于一个队伍的稳定性来说，其实是备受考验的。因为变成说你队员的不安定因素提高了很多，因为他常在，比如说他中午才会知道一件事情，他练习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比赛的时候发现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当场的时候就会让你造成一些失误，可能一些落后，那你就要更认真把它打回来。但如果说一直让同一个人练习的话，其实这些问题出现的几率都会变低，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想法。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 bench 哦，只有4只哦。那这边 EBD Legends是选择中路武拉拉的2只中路角色杰跟勒布朗都做了封锁 ，Rush 一样封锁了1只中路角色以后，利山卓的上路 ban 掉，因为只有 ban 4只角色，所以一堆的 OP 角色跑出来了。当然，蓝方这边就已经有机会来拿到纳尔哦。就这样子的 ban 法的话，其实中路就最后没有选择了李欣。这样子的话，就是中路的英雄 ban 的又是很多，直接 ban 3，这些上路是 ban 掉利山卓。这边首选李欣其实算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做法，因为李欣那个版本里面一定是所有 jungle 角色里面最强的等级，他不一定最强的地位，但他是最强的等级。 就当你不知道你要抢哪只英雄的时候，李欣确实是一个极好的选择，百搭。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百搭。嘉文其实也是百搭的英雄，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他同时有强开性也有反开性质，就是这只角色的不管是前中期，就是曲线上面也比较平滑一点。对，那李欣当然是后期的团战可能要稍微对你的大局的掌握上面要有一些，不一定是要。 有一些美技把人家踢回来，但是你这个大绝的确是一个拿来保 AD 也很好，但是你这个大绝如果乱踢的话，那李欣可能后期的技能组他的 QWE 的在后期的影响力是没有其他的 jungle 来的那么高。后期的影响力其实是要看你个人的操作跟理解来决定的，但是他前期的影响力是肯定的，因为任何选手只要稍微会玩李欣，他前期给对方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地方是 EBD Legends 拿下了李欣之后 ，Rush 是拿了。 珍娜再加上杰西，那其实这样的拿法也是非常的漂亮哦。2只角色都是会进到 ban list 里面，甚至是蓝方首抢价值的角色，那等于 open 了非常多的角色。那 EBD 刚刚有想要拿纳尔的态势，所以看一下2、3选会不会，因为这边 Rush 是可能是黑收 big 的纳尔没有那么的厉害哦，所以是不是把纳尔又放给了 EBD 呢？ 这样子的话，其实 Rush 就等于是拿了一个4019版本很强的组合啊，就是珍娜再加上杰西这样的配置，神送外组合，就是一个4.19版本的冠军组合。对，要这样讲，冠军组合包，冠军组合包，珍娜加上杰西。那杰西中路在现在的 ban pick 下的话，其实在中路他可以拿到一定程度的优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珍娜在对面上即使没有优势，但在会战中的影响力，在所有辅助里面排名都一定是排前2名的，在这个版本里面。 啊 ，EBD 这边也是可以拿到纳尔跟露西恩2只角色哦，两边都是鬼神角进出了。那来看一下花美男的 ADC 这一场要选择什么角色，会特别提到他是因为他是在 LMS 资格赛里面唯一选择基因克斯的一位选手。那今天会拿什么样的角色来应对 EBD Legends 呢？因为毕竟队伍刚刚看到了我们的 Darling U 顺利的晋级以后，也算是给了业余队伍很大的希望。 我最后还是要拿吉因克斯吗？但20也是，对他，但是因为他本身其实他也是一个台服，之前在精英阶级住了很久的一个 AD， 所以高端的人对他的认识也都很熟悉。但他个人的在这个版本下面比较不适应的问题，应该是他比较擅长的是一些走打型的英雄，而不是像 Caster 这种库奇或是露西恩。 以这场的组合来说的话，因为你已经知道 EBD LS 的上路组合，上路是一只纳尔，然后 AD 是露西恩。虽然应该选择一只在对线期的时候面对露西恩不会太吃力的英雄，因为露西恩在20版本依旧是路霸一只，所以你必须要在对线上面能够顶得住，才可以去往下打。然后打到会战期的话，其实 Rush 这边因为有中路杰西的关系，它等于是有2只 AD 位，所以说对方的坦克其实不容易坦得住你 AD 的伤害。就算你选的真的是凯特琳，也不是一个很差的选择，因为在通常你就会觉得说上路坦克可以。 压制凯特琳是因为他坦得住你伤害，可以往你靠，所以你就不能够输出。但现在情况是，2个 AD 打你的时候，你受到伤害是2倍以上，所以你就变成你本来可以走100公尺的时候，你走50公尺你就倒了，你根本还没摸到他，所以你就会拉掉了。那其实这个情况下，凯特琳的威力就没有那么差了。那最后还是选择了库奇作为他的 AD carry 哦。那这一场要来对上的下路组合 ，Wind 这边要补上的是瑟雷西。 中路的切里斯是选择了菲斯作为他的中路角色。那菲斯打杰西哦，这是一个近战打远程的。当然，杰西在6等以后是有可能被菲斯带走，但前面应该也是要想办法来撑住前期前6等的一个压力。最后的 Rush 看到了上一场 Maple Snow 拿到了蓝宝以后顺利的晋级，也要来拿蓝宝吗？这种其实以选角上面来说，我觉得 Rush 选的是很漂亮。对，嘉文、蓝宝又杰西、珍娜，再配一个库奇，这个选角有一种冠军组合包里面再配一个 4.20 组合包的感觉。就是 Rush 这边选的角色，就是没有任何一条路是劣势，会是劣势线，它至少是平线。下路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小输一点点，可是应该打得好一点，可以平线。对，他中路可以优势线，上路蓝宝也不会输线。然后嘉文在前期的影响力上面也是够大的，而且在打进会战期之后，右边的组合其实极强。好，他没有蓝宝，最后要把蓝宝放掉了吗？当然，蓝宝这个角色是比较吃操作的。我们刚刚在比较蓝宝跟立山佐这两只角色的时候，也提到了蓝宝的大绝，像上一场 Maple Snow 的大绝。 最后几个大绝是顺利的让他白回来，但是前几个大绝是稍微牛排了一点。而且尤其是蓝宝在对线的时候，要必须很小心对方一直杀你，尤其对方线上有硬 CC 的时候，因为蓝宝其实算是好杀的英雄，因为对线上面会常常用火把小兵线往前推，那兵线一旦前推之后，你就有被 gank 的风险。那最后换成了蒙多，也算是不错，在前面可以跟嘉文两个人配合 ，cut 出一段区域，让后方的乌拉拉跟花可以进行一个输出。这选择蒙多的话，就变成完全不同的阵型。刚刚有蓝宝的情况下，变成 Rush 的伤害很高，然后打团战的时候可以慢慢往回拉，然后利用自己的双 carry 把前排收掉。他现在变成他选择了一个这世界上最硬的坦克蒙多，利用蒙多来吸收对方露西恩的伤害之后，自己的两个 carry 也一样的可以点掉对方前排的李星，然后还有纳尔。 其实他用起来的用法不一样，但是结果差不多，就是他的坦克会比对方活得久，这也是他们选起来就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他已经有拿到两个 AD 位的英雄。那现场照到的好像是我们 Rush 的亲友团，是不是？是来帮 Rush 加油的人嘛？因为刚刚有听到这个消息，我怎么好、哦、没有？你怎么很比较关心？ 你比较关心他们的亲友，没有关心他们的选手，这种感觉对不对？没有，我很关心他们的选手。Oh. 对，我刚刚有注意到艺术画面的，但我觉得他其实感觉蛮紧张的，他一直在搓他手上的暖暖包。那可能是因为很冷，但是这个话是当然是谎言，因为那街里面超热。对，就那个对战室里面，因为那个冷气有时候会有异味，大家其实不太敢开。没有，其实你知道这对战室其实是有一种。 地灵人杰的感觉，但他因为都是男生，所以那个man 就是那个 man 的味道有点太重了一些。我是觉得，如果观众如果他们有机会真的闻到那个味道，他们一定不会说那个是 man 的味道。大家也都上过体育课，知道 man 的味道是什么。对，如果有念过男校，像叉烧念建中的时候，就是应该就会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没有，我觉得那味道比那个臭，这个比那个臭吗？对，这个比较臭。你真的不能这样子讲，对不对？那 AVA 其实有这个女武神表演赛，那英雄联盟也没有机会。 也来一个、啊、对，那 对，如果说赛事前的一场是派什么女武神表演赛，那当然里面味道可能就会改变。对，因为那天我们的主持人帅气的 Focal 也是我们的 AVA 主播，他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对战室待了特别的久。哦，那当然，因为 Focal 人这么帅，就是比较有机会，对不对？对。那我也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办个女子表演赛，那我那天应该就不会担任赛评了，应该就会想要当个选手。那天会说我们的女子表演赛比较特别，就是记得客串是其中一个女选手。哎，我是男选手，好不好？你可以在里面打，对。 我可是阿散宗师呢、啊！哦，那有那个你那队就写阿散宗师队。对，谁敢变我李欣？哦，那这场比应该没有人会变了。我们回到这一场的比赛哦，事关重要的一场比赛，我们要严肃一点。EBD Legends 对上 Rush，Rush 现在再输一场的话，可能就会离晋级比较危险。但 EBD 跟 待会要应战 Rush 的 No Game No Life 都一样，他们要拿到一胜才有机会进行加赛。其实都一样，这场都是他们不应该输的。如果他们想要晋级比赛的话，对，因为先拿到2败就代表失败，但你先拿到1败也是很难说。但 Rush 这边是有很强大的亲友团在帮他们加油。我不是说现场的观众，我是说他们有 THL Team Hopeless 所有的队员在帮 Rush 加油，就是会有发正念说这队赢了我们就不用打，是不是？对，我们就不用打加赛。对，他们现在2-1，所以 Rush 只要扳倒任何一队的话。 他们就2-1这边就是稳进了。我觉得 Rush 选的角色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以这场选来说，我觉得他们的会战是蛮好发挥。反而是 EBD-LS 这边，第一个是到底菲斯前期在面对杰西的时候，你能够吃到多少兵？因为你在对面上面必定是一个近战打远程的概念，所以说你前面一定不会太开心。而这个地方上路是利用纳尔来打蒙，然后蒙多来打纳尔是反过来，蒙打纳尔，所以说也要看看蒙多前面斧头能斧到几支兵。哦，这边 Rush 抓到了 EBD Legends 在起双十的情况下，下过来闹了以后，神手会被迫把重击交在了双十身上，把经验收到口袋。他这个重击其实本来不想交，应该想要重红，之后把血量拉起来。其实如果血量拉起来的话，其实 gank 的时候比较有一个3等 gank 的机会。但上路这边哦，第一个菜刀就有顺利的命中，但回身吃到了一个骨头回旋镖的伤害。姜太公丢镖，愿者吃镖。对，愿者吃回旋镖。没想到刚刚黑手 big 第一个斧头顺利的砍到，但自己的走位上面没有注意。 他就是扭过之后，却不相信自己扭过，所以决定回去碰一下，想说我是蒙多回很快，而且我有点血越少回越快，这是有力的交换吗？哦，这边 Chili's 一个漂亮的，应该说华丽的操作，利用一的一个 juke 闪躲掉了5拉拉的 EQ 连击以后，也有回来吃到那个残血的小兵。那 Chili's 一等其实没有掉太多兵，因为他一等的时候选择直接往回拉，然后这整波小兵其实都是让对方推过来，他中路被塔打掉一只之外，他其实只少进。 哎，除了他儿子奥兹少减2只吧。那这边 Rapier 刚刚是起了自己的红 buff 以后，2级直接赶往了蓝区，准备把蓝 buff 收下来。李欣这个右边的切入，他要尝试直接一个 gank， 的确是一个3等的 gank， 尝试在中路。哇 ，Chili's 直接一个线捞海胆逼出了古拉拉的一个闪现。 这个地方其实杰西的判断是有够厉害的，他知道李欣已经在了，他直接缴出闪现，所以说他血量没有被压低，没有被压低的话可以继续撑线，要不然他就要被迫先行 recall。那这样 Rapier 就要过来 cover 这条线路，那jungle露头上下路就可以打更凶，而且杰西还会有一个等级上跟金钱上的落差。但是这个时间点其实李欣是没有露头，但是已经被预判了他要露头的意思，所以他觉得你一定在。 那 Rapier 这边是追击的河蟹，追击的有点久，而且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是在河道右方被一个侦察守卫给看到了。而且现在李欣已经回过家1次了，所以李欣现在其实上有眼睛跟洪水，李欣的状态也比这个嘉文来的好太多。如果这个地方花王在中路卖一个破绽，李欣蹲在左边的话，应该是可以打一个很好的背景，应该可以直接选择把没有闪现的5拉拉直接灌倒。下路这边哇，夜也打得好凶，但他向前滑步直接被大明的龙卷风给吹飞，吃了一个灵光炸弹。 虽然拉了鬼影灯笼拉开，但是血量上面陷入一个劣势。这个地方其实下路的对线上来说，我觉得 Rush 是掌握的很好，因为正常的对线来说，你的库奇是不太可能打得赢前期的黑人，就是路西恩，因为路西恩其实前面在对线上来说是非常强势的，他的被动技跟他的锋芒贯穿可以打对你 AD 造成的 poke 伤害实在太多了。他们选择把兵线往回拉的方式，也减少在塔前中到 Wind 的这个死亡宣告可能会被塔打到的风险。 这样的控线的确是，而且上一波月这边感觉是一些失误，送了一些血给 Rush 的下路双人线。这个李欣是直接把自己这75块买的眼睛放在4轨里面，让嘉文看到，嘉文就身上亮起了 buff 就把它拆掉。对，这跟 Mistake 在第1周赛事来跟我们讲解的时候的这个讲法是一样的、哦，的确有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没有赚啊，因为你用的是75块买来，如果你插4瓶眼，你就会觉得自己赚。对，他是把75块的眼插进去，不让他有。 利用大灰鸟 buff 清中路的视野的机会，但是对方的数学只要稍微好一点，他就会算说你现在回家，你应该其实只能买1只眼，正常来说跟1只粉眼，所以粉眼我应该找得到，绿眼我找不到。但你把绿眼插给我，那你应该没有了吧？对你不要演了，其实你没有眼睛了，其实你没有眼睛吧，对不对？但你不要再演了。而且这个地方花王也没有回过家，菲斯在中路是想要在线上待尽量久的时间，把自己的吃兵数给追上来，要度过前期痛苦的时间。 下路的对线，哇，花这边好危险，被哲文扫到，而且上路的 TP 要下来了。阿文这边 TP 过来，纳尔是小形态的骨头水流镖，还是有一个缓速的性质。闪现的花王送到了第2次的哲文扫荡，被月这边打出一个首杀。大明刚刚看到了一个死亡宣告，也被喷出了闪现。哇，这样这一次的下路感觉上面是沟通上面有一些问题哦。小龙应该可以直接吃吧。 我觉得这波其实主要是瑟尔西打得很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波再讲。对，先看一下两边的 jungle。刚刚叉烧说可以直接是小龙，但下路的双人线 EBD 选择先把线往前推。小龙应该是有机会，因为小龙可以无限拉。不过这波我觉得其实是 EBDLS 的辅助打得非常好，他其实瑟尔西利用自己的翻把 New 神特工给翻下来。就刚刚库奇其实有点贪心了，通常正常来说你被瑟尔西这样勾到，而且你的位置是极端不利的，他应该要脚闪现再飞。对，他如果脚闪现再飞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的这段剧情。但你不缴的话，就是有可能被翻下来嘛。即使是5%的机会，你有可能被翻下来。你被翻下来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惨局，你一定被追到死。因为声纳只能帮你减少受到的伤害，并不能帮你打赢对方。诚意不太够的情况下，就是要把人头送给对方了。而且这个地方 EBD 儿子缴了纳尔 TP 下，他这个缴纳尔 TP 的时间点是知道对方的上路没有 TP， 因为蒙多看起来在打线的时候是被他直接打残之后逼出对方的 TP， 他有计算到他的时间，所以他 TP 下去之后，对方一定不会过来，所以等于是稳拿这个人头。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拿这条小龙，因为小龙可以无限拉，可以无损吃。 而 Rush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应对这条小龙才对。对，因为刚刚抓掉的是辅助，抓掉的是 AD， 不是辅助，所以这龙战直接爆发的话 ，Rush 的伤害会完全不够。16等直接跟五拉拉硬打，有套到了鱼鱼闪现下来，再利用一个普攻，顺利的单杀掉了五拉拉的杰西。 这个6等就已经反打一波，花王用个人的操作，一个人就把这个地方的杰西给收掉。他刚刚是使用自己的撑杆跳躲过了杰西锤形态跳起来的 Q 的那一下破绽特别大，而且还有破绽，然后就跳起来无敌，躲掉之后下来这换血是直接拿到巨大的优势。对，而且刚刚整个利用一技能的纠葛做的相当的好，也不给乌拉拉有机会再利用一技能把他推飞。鱼套到以后直接闪现上来，被推飞的情况下还是补到那下普攻。蒙多现在在想说，我什么时候被塔杀？ 因为他其实知道对方的双人组已经绕到自己的红区，跟辅助已经进自己红区吃红，他当然知道红不能吃，但他想说会不会先吃了我再吃红。那这边 Rush 是镜像的入侵了对方的红区，两边要交换红 buff。下路这边月的位置相对来说也是跟黑手 Big 一样比较危险一点。李星其实有意识到自己的区是很危险的，所以回防两边的 Jungle 跟辅助直接对撞的情况下，但是杰西这边已经赶到 EQ 顺利的挑飞。 乌拉拉的一个 EQ 进去，顺利的拿到这个人头，伸手归身上，好险还有眼睛，做了一个盾眼的位移 ，Rap 也直接脚闪把红 buff 粘住，面容一起打到乌拉拉这一个电磁脉冲，可惜角度上面没有判断好，没有拿到这个jungle的人头，但转身应该可以直接吃小龙。这一波的判断其实 Rush 做得非常好，他知道自己的嘉文现在有6等，他一看到对方李信只有5等的瞬间，他就直接强杀了。你看到自己对方李信比较低，而且自己的杰西就在后面。 只要嘉文稍微留一下人，杰西就可以帮他的队友把这个人头给拿下来。哇！但是这个龙要拿到啊，没有问题。Rap 叶的重击是扣着，没有，他刚没有好，他刚刚差一秒，他自己他也很抖，他也很害怕，差一点点就被上面的库奇给抢走了。他是会跟差点被月给抢走，他是会跟队友说求你别打的那一种。刚刚月尝试一个烈焰铁血的闪光弹打下去，但是没有顺利的带走小龙。下路又是2打2，月一个蹲点直接把大明的血量打得很低。 要继续做追击吗 ？Win 的出钩是关键，差一点点没有勾死。哇！月这边角之玉硬拿人头，但他花这边也可以顺利的在塔下击杀掉。这一波 Rush 又不小心赚到了，他就说我什么都没有缴，我就赚到对方一个 heal。因为这个人头交换之后，虽然说露西也拿头，但是这个地方库奇也拿头，而且露西也缴掉他的大绝跟他的 heal。但花这边的位置也很危险，闪手龟直接闪现上来，狂风暴雨拍击了地面以后，接上了一个非常快的连击。 Win 的死亡宣告都还没有被拉断，就直接利用一个 Gaku 把他踹死了。而且这个地方花王直接照上路跑线的时间抓得很好，他抓到对方杰西去吃蓝 buff 的时间，他就去上路，然后他就这个跑线直接跑到上路之后，逼退蒙多的位置，可以直接压掉他的塔。对，也是刚刚因为对方拿龙哦，那中路自己已经先把兵线带出去，这一波又就等于是说他刚刚确实没有参加红区的这个会战的，应该说一个缺点被这一次的。 给化解掉，有点将功赎罪的味道。那现在两边各有来往哦，现在经济的差距1000块钱，但 Rush 是掌握了第一条的小龙。这嘉文买装很特别，他是直接选择没有上鞋子之后就先买坦装，他也没有上附魔，他直接补了一个腰带坦装，他就是要成为最坦的男人。对 ，Rapier 这边是一个对于腰带有执着的男人，但他不是玩肾啊，为什么要玩？ 为什么？哎，叉烧你听得懂？不小心被我钓到啊！没有，我听。其实我也听不太懂。没有，你笑了就是听得懂。好，我们回到这场比赛，下路这边月刚刚的疯狗式打法，顺利的拿到了一个人头的交换哦，但是其实是 Rush 赚到了一个治愈。哦，这一波的互换完之后，其实会让库奇离三项越来越近。一旦库奇出3项的瞬间，他会顺利的虐杀这个路西恩一阵子。对，就他站着会不小心用 A 的 A3下，路西恩就会想要死。 应该会是站着，然后顺便火箭轰炸一直触发闪耀剑的被动。他只要闪耀剑连续触发3次，路西恩就死了。就算路西恩的大绝扫整套都打不赢，就在在有3项那段时间，库奇的优势是很大。在中期的时候，库奇的威力极强，要到越来越进入游戏中后期的时候，路西恩的影响力才会再次拉高。对，那就要看他跟蒙多的装备竞争了。两边的军备竞赛，到底是谁能拿到装备上的领先？蒙多这个地方其实发育的还行。Wind 在塔前中到了夹击的情况下，利用闪现拉开，钩子也有勾到。但是陈守圭被套了闪现，伤害没有打出来，两边的大混战，鱼套了 SoBig 身上，后方的大明也吹起了复苏的飓风，但救不出残血的 Rap 叶。这边看起来是 EBD 顺利的拿到了晋级的机会，但买 TQ 这一个跳跳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焦躁了？往前直接吃了一道伤害，Chiliz的进场血量也很危险。花这边进场有没有办法收到残血的人头？ 哇！一个火箭轰炸带走一个双杀 win 的也是残血，再一个火箭轰炸 ，triple kill！ 哇，这一波 EBD 刚刚纳尔的进场是一个小心，但他的怒气还不够，苦拉拉一个远程的电磁脉冲。哦，这个波 Rush 也太赚了吧！然后就是开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是两边都五五开的开局，因为这是瑟雷西勾到了 carry。 然后瑟雷西脚闪先进塔之后拉掉了第一波的伤害，而李信也确实把整套伤害打在卢拉身上，把杰西的状态给打得很差。他逼出闪现，但是直到两边 TP 都缴下来之后，站着对打，其实也没有什么结果，大家都还是拉得掉的。直到发生一件事情，纳尔最后决定进场，纳尔在自己大概只有20%怒气的情况下，还是选择进去。而且他这个纳尔跳跳不知道是没有算好还是怎么样，他刚好跳到小兵，他刚好跳到小兵二段之后，他其实可能也很尴尬，他很尴尬，他看起来是很开心，他想闪现拉走，对他想说我其实没有要跳这么远，但他跳进去之后变成他送了自己的血量，而且队友为了救他选择跟上来，他跟上来之后就变成最后这一波艺术画面才从侧面的切入，库奇直接收光，对他是晚到，但他其实根本不该到，好了，就他其实根本不会到，也不该到，因为这个会战应该在。 就是两边都没血退掉之后，大家就结束了。然后 AD 在下路这边，花美男如果没到的话，他是点下塔的机会是非常的充裕。但他到了，然后到的时候对方也上来送了，所以他就啊，那你既然都来送了，对你既然都你因为你不会知道他到底不是来送，因为他可能有想过我要硬上。但当你看到他跳出去的闪现，你就知道他是按错了。对，正常人不会跳出去再按闪现。对，然后最。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哦，大家以前玩过这个玛丽欧，应该就是玛丽兄弟的时候都有跳来跳去嘛。那有些时候前面会有一个洞掉下去就死了，然后有时候你知道你自己跳下来的时候不会掉到洞里，但你踩到一个龟壳，然后你又跳了一下，然后就掉到洞里面。没有，这个时候因为你是玩玛丽兄弟，所以你就死。但如果你玩英雄联盟，就可以按闪现，你就赶快回头按一个闪现。对他刚刚闪现回来，但旁边的Chiliz刚刚以为自己的纳尔已经要准备变大，他以为队友的纳尔变大，他说裤子都脱了，我应该也要上了。对你裤子都脱了，我应该要跟。我一定跟戳进去，然后发现自己也是要残血的，用一技能拉掉。这个纳尔就是咻的一下就死掉了。对，3秒侠是你，不是啊？他刚刚还没有变大，那没办法，这一波就是 EBD 在中路的一波劣势哦，直接被 Rush 拿到了一座外塔，又带走了4个人头的情况下，经济已经顺利的反超1300块钱。蒙多医生的装备瞬间来到了开心的程度。蒙多医生的坦度是跟他开心程度有关，他现在是蛮开心的。 他的吃兵数并没有落后，然后他在会战中又捡到了一个助攻，跟他舌头伸出来的长度也是一个成正比。对，然后他越开心的时候玩起来会越厉害。就是这个英雄其实也蛮可怕 ，EDS 必须要小心，就是纳尔一定要在混战中能够做出足够多的事情，才不会让对方用蒙多医生这种角色反而可以反打一波。对，其实他们最要小心的是，最爱玩这个蒙多的人的选手，其实现在是在我们的场下。 观看比赛，他现在在替蒙多加油。他虽然他可能不知道支持哪一队，但他要支持有蒙多的那一队。哦，这边龙战 ，Rush 直接躺龙，但是利用SoBig蒙多横坦的性质，但右边的鱼是直接套到了花美男。武拉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 Rush 已经顺利的 Rush 掉了小龙。这一波是直接强行拿到小龙 ，EBDLS 其实有机会来 poke， 但他不敢上，因为。 我觉得应该是跟他的 AD 状态有关，因为刚刚其实你仔细看的话，路线是已经回家了，所以等于是 Rush 抓到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把这条小龙强拿掉，而且又逼出了菲斯的鱼，菲斯绞掉鱼之后还是没能阻掉小龙。然后鲁拉这个地方是要守下塔，但是他血量其实已经过低了，怕被一套直接带走。他现在在想会不会一套死。 因为他外面的视野其实也不太够，李信是有可能钻龙下去之后把他从后面踢出来。蓝 buff 区域完全没有眼睛哦，后方的三角很有可能随时摸出一个李信，一脚给库把他踹出来。而且松菊在远程的电磁脉冲的清兵能力下面，还是把兵线给归零以后进行 recall。但我觉得现在的游戏正常来说，压力是应该要放在 EBDLS 这一侧的，所以他们压力应该比较大，因为蒙多这个角色比较慢慢的要成长，打到后期越来越后期之后，你的路线要点死他难度是越来越高，而且他也不用做。 任何困难的事情，他只要右键点点 AD 就好。因为蒙多也不会蒙多跳跳，他不会发生上一个团战这样的惨剧。他没有任何的操作难度存在，唯一的难度就是斧头丢到对方而已。还有你自己坦伤害坦到什么时候要脚闪现离场？对，什么时候要脚闪现拉一下，这也是一门艺术。对，但是这个地方是纳尔难度明显比他更高。那纳尔刚刚怒气没有掌握好这一波哦，但是上路其实是3个人的夹击，但对方的三角草丛里面其实也有2个人。 Win 这边直接被大明的龙卷风给吹起，纳尔满怒，这将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对，纳尔这边变大了，还是要给一点尊重。 上方也没有塔可以守，所以这波 rush 拉掉是没有亏掉任何的东西。而且这一波酷奇在下路是拿着三项之力开始点他，现在这个装备已经是很豪华。菲斯现在是一个这个巫妖，如果面对酷奇的话，应该是要比操作吧。可是你仔细看的话，就是菲斯的等级是低于酷奇的吗？对，没有、哦、没有是一样，两边都是十级。可是你一个中路 carry 跟对方的 AD 一样是不太正确的一件事情。而且身上是只有一个巫妖哦。 他现在上来鱼有没有套到，反而是关键。他是有可能直接被杀掉。对，如果说他技能没有教的好，他不能够教他的伤害技能当做位移来抓对方，他必须要先手丢到鱼之后再开始打。所以他现在在塔下也是被 poke， 要想办法利用一技能闪掉一个灵光炸弹，或是第四层的火箭轰炸。 就像是李欣被迫在下路跟着一起防守，这样说等于是 EBD LS 陷入一个全面性的被动情况，就是对方把线强行推过半之后，你必须要来防守。而 Rush 这边可以很轻松的，现在把中路带过半，杰西也往下路走，他利用这个两 AD 远程的优势，只要后面没有眼睛，不会飞出纳尔来，那我就可以很轻松压你这个塔。对他想要先把三座外塔给拿到，那也是同时在等上路黑收 big 的蒙多真的变成收 big 的时候，他现在就在等蒙多的装备，现在离蓝盾制造应该。 不远了，待会可能拿到了下路塔以后，做一个上下的对调线，以后把蒙多放到下路再发育一段时间，顺利的拿到了下路的外塔。就蒙多就很像是放在冰箱里面的食物，你放着它就会越来越应该是酒，放在酒窖里面的酒，对不对？因为放食物这放久了会臭掉。对，我想说它就臭了，臭了就很硬了，对不对？你就不会打了。没有，我说这样也不对。原来是块乳酪啊！对，原来是乳酪啊！我还以为是蒙多呢。哇，这边在神手龟想要过来拆一个直眼的情况下，对方已经顺利的回手。但刚刚 EBD 也是抓到一个空档，偷偷的点掉了 Rush 的中路外塔。但这种在换塔之中进行的交战，我觉得对于 EBD LS 来说也是还不错的，因为可以让自己的菲斯装越来越好。哦，菲斯个蹲草，菲斯的蹲草，但是其实对方是三个人，这一波的伤害有办法直接带走乌拉拉吗？没有，但乌拉拉回身的电磁脉冲通过中路障并没有命中。满天 Q 这边传送过来，这个大绝空大了。 因为 Rush 的人都很有诚意，脚的闪现闪躲买 TQ 这次的狂笑猛击。这一波其实就是 EBD LS 利用自己队友的 TP 一个很漂亮的协同进攻啊，他知道自己的纳尔即将满怒，所以他先蹲在草丛里面，飞之现在硬换一号对方中，他知道他绝对不肯死，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中路杰西就算有虚弱他都没有脚，因为他知道自己旁边有珍娜，珍娜一定会救他，珍娜脚大就可以救了。那他确实被救起来之后，他旁边利用这个 TP 进场，纳尔直接逼掉两个 TP。 两个闪现，所以其实他这个闪 TP 还是很赚，还是有它的价值哦。变成是下一波龙战1分40秒后龙重生的 Rush 的下路双人线组合会没有闪现，就是下一波的时候纳尔还有闪现，所以说他可以利用闪现闪现的强开，很有机会直接抓到对方的。如果艺术花美男被推到了墙上或推到了对方的队友面前的话，很有可能 AD 这边会惨死。他是现在 Rush 最重要的输出位，因为他拿到了最多的经济跟最多的人头。 我的蒙多已经拿到他的蓝盾了。这个地方 Rush 选择把压力放在了上路，因为现在1分钟之后才会出小龙，所以他利用辅助跟杰西两人协同的进攻。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反而是杰西开始有机会被抓掉，杰西是个没有位移的角色，可是库奇有，所以说库奇可以选择带一些单人带线。 而这个地方杰西就配合珍娜，变成一个跟正常不一样的一个 AD 跟辅助走法。对他们有双 AD carry 的效果，所以辅助这边可以临时的更换他想要配合推塔的人。 而且中路放花其实最好的原因也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在清兵线上的能力其实比杰西来的更优秀一些。而且现在其实这个谁是中路还真不好说、啊。你看看库奇的装备其实非常豪华，他是一个421的战绩，对，等级上面也只有一等落差，金钱上其实超越了中路的乌拉拉了。所以他现在就已经说我这场我应该是 carry 吧？对，我是中路的库奇，其实我不是下路的 AD carry。 哦，两边又在先吃河蟹，还有20秒，这个时间抓得不错。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河蟹 buff 可以帮助他们在龙战中拿到不错的优势。对，至少要拉开会有一个加速的加成，跑速的加成。而且这个地方是 Rush 战队已经把这个Rush 这个队伍已经把龙雀视野给做好，利用粉眼把视野全部抢了下来。现在如果说 EBD LS 要过来的话，反而是要承受对方的 poke， 有着库奇再加上杰西两只英雄的 poke， 非常的有违破坏性。 来 DQ 这边直接吃到一发，哇！这个一只粉眼就打掉了1/4的血量。龙已经直接 rush 掉 ，rush 一样是选择直接 rush， 这个龙也没有被神手龟给偷掉。神手龟下面脚闪下去了龙口以后，脚闪上面逃脱。rush 还要继续追击吗 ？Rip 也交了 EQ 上岸以后，远程的电磁脉冲又命中了买 DQ， 但他要变大了，怒气已经满了。这波 rush 虽然没有拿到任何的人头，但也顺利的拿到第3条小龙的 buff。这一波其实就是 rush 他利用前面的视野拿到流失哦，看一下这个。菲斯，菲斯被两个人的夹击，龙卷风吹到了，他来不及过墙，最后是大明收下了这颗人头。 Rush 还在红 buff 里面顺利的带走一个红，下路的转线时间也非常的漂亮，上路的兵线不好，但黑手 Big 有 TP 可以回手上路的兵线，直接转这个二塔，这样的话这一波不但是 Rush 先利用视野拿下这条小龙，追击的途中打残纳尔，再拿小，超级无敌快，而且一个又强开，越以后选择强开，逼出了逼着路线的闪现，由黑手 Big 开启了大绝，在前面砍出了所有的伤害，后方的队友五拉拉顺利的击杀掉了对方的辅助 Wind， 再回身把这个。 后面的内塔给拿到，这一波 Rush 从龙战一路爆发下来，赚到的东西非常的划算。这一波真的是 Rush 处理得很好，而且他完全掌握自己队伍的优势，就是你有一个很强的肉蒙多跟一个极强的强开加稳。第一个点是他们拿到小龙之后，他原本在转线途中还想说我要转哪里，他先进红想要先抢红的时候，遇到了花王一个人的单点位，花王打算一个人单杀别人，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傻子会辅助单人进来，他旁边有带人。 所以说花王这边被制裁，直接被收掉，而且这一次也没有纳尔的 TP 可以帮助他了。花王被收掉之后，等于是下路二塔一个空档，会直接被对方推掉，因为 Rush 在吃小龙之前就把下路兵线先推过半，所以刚配合着兵线直接推这个塔。而这个地方 EBD 有 S， 他面对对方有蒙多这种弹塔英雄，再加上嘉文这样子的强开的时候，没有选择直接放这个塔，他们打算在前面先稍微。 玩弄一下你们，他想要路线的大绝学撑一段，他想要撑一段，结果就被教训了，直接被强行抓下来。这个地方 Rush 的判断是非常到位的，他抓完之后剩一个人头都没有掉，现在这个经济优势就已经打开来，到了4000块钱，加上小龙的领先。刚刚经济因为小龙不给钱的情况下，小龙现在很穷哦，都经济不好，所以他现在不给钱。那现在刚刚的经济一直没有反映在面板上面，但现在这一波打下来就可以看得出 Rush 现在已经是有一个团战的优势，在游戏时间23分钟。 这5000块的优势就是一个团战以上的差距，而且仔细看的话，就是纳尔在这个游戏里面，现在他受到poke的伤害是非常重的，就是他其实撑不太住。可是你说撑不太住，他有出车装，他也没出错。纳尔已经出全无防装，对，但他还是坦不住，他还是已经有了俄语1337的杰西，他还是坦不住杰西这个 EQ 伤害，杰西这个 EQ 他用出来之后真的是poke到你会心寒。对，但我刚刚有看到他刚刚有一个回身，想要走过电子加中指加速上是在 Q， 他没有冲过，所以他刚刚是一个小小的 fail， 但没关系。 fail 了一次也不是怎么样，因为刚刚中路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压血线的时间。蒙多好像已经快要变成无敌的蒙多了，他因为刚刚会在右营的情况下，他的坦装再次提升一个档次。他非常的快乐，他现在看到了这个买 TQ 的纳尔已经完全不惧怕了，而且其实他的斧头是一个。 吃血量的魔法伤害，这对于纳尔来说会是比较难处理的。而且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EBLS 就算在对方在点塔的时候，你真的要抓住对方，依靠的真的是要靠射血勾。但对方看到你出勾的时候，可以脚位移走掉。第二个是依靠飞射的鱼，但是你真的脚鱼你也不可能追得上去，因为对方有。 真纳这边选择要进场吗？他的伤害完全打不出来，被正纳的风盾给挡掉了，而且塔已经被摧毁。 前面神手龟好险有他的铁臂金身可以做位移，要不然刚刚中了飓风呼啸，可能要被 Rush 直接给灌倒。 IDQ 这边上来追击黑手 Big， 但黑手 Big 的背水一战其实也还没有开启。Rush 又入侵了蓝区，现在 EBD Legends 的 buff 区域全面的失守。现在是 Rush 利用自己有2个 AD 位的这种优势，不停的压制你的塔，因为他利用他身上有珍娜，就是赛前说他的组合非常好的原因，就是你有双 AD 位加珍娜，你在点塔的时候对方真的要开你，比如说假如说你真的库奇不想中了鱼。 你往回一个女武神特工，对方不可能追你，因为他一追你之后，你的珍娜会把对方追进来的人跟后面卡得开来，会等于进来的人是一定要死。珍娜的大绝的治疗非常的补，他一定可以把那个 AD 救回来。而且他现在已经出了叠书哦，大明这边的叠书，如果在刚刚的会战之前就出了，他至少已经收到了大概已经有7、8成。如果他会战前就出的话，这场会战就不会赢，因为他就少那1000块的眼位。对，所以他现在这应该是6成。他有买吧？ 他因为现在刚这版的叠数刚买的5成，就5成了，对，所以他应该是收到只有收到刚刚的一个人头，应该是在下路二塔那个地方，哎不对，菲斯杀的时候他也在，所以他应该是中路拿到的吧？对，那这边回到了中线，哇，神手龟这边其实很危险，但 Wind 一直有想办法在后方 cover 他，刚刚及时的一个铁臂金身拉开了，但现在问题就是在于对 EBDLS 来说，必须要撑过这个中期，尤其中期的时候，双 AD 能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巨大，他必须要等到纳尔的坦装再上一层楼，可以坦住双 AD 的伤害，他才有可能打赢团战，因为他要有一个人可以吃下杰西的 poke 才可以打。那现在没有任何人吃得下来的情况下，等于 Rush 是想推就推，而且真的要打起团，他也不怕，因为他现在蒙多的发育也够好，他一定可以挡得住路西恩的输出。对。 就变成是 EBD Legends Chili's 的这一个海之霸主有没有办法命中后排的不一定要命中在库奇身上了，现在命中在杰西身上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但是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其实 Rush 的中路已经很久没有讲过他虚弱了。对，哇，这边又是直接被大明逼出一个闪现，回身的海之大手踏到了大明身上，但大明这边的血量其实还很足够。 加入的蒙多也过来做包夹 ，OP 我们看一下，哇，这边是鬼影灯笼 ，Chili's 被救出来，但买 DQ 要准备变大，拉到了一个窄口过去，纳尔其实可以推到很多人 ，Rush 也很聪明的向后撤。Rush 的这个协同其实非常的好、啊，他们可能在这个纪律性上面来说，比某些职业队伍都处理的来得好。他刚刚那个第一时间看到了纳尔变红的瞬间，就选择拉掉，因为那个时间点是纳尔有可能反扑的一个机会。对，他全部人推到墙上，5个人晕眩的情况下，后面 Win 的就可以很有效的接上 CC， 甚至神手龟可以进场把一个重要的人踢回去。这场现在 Rush 其实处理的是4平8稳，对，就你说他是业余队伍，其实可能都不会有人相信，他就是把你逼退之后，抢掉地图上的所有地图经济，拿下视野，然后单抓你的人，把你的技能给逼掉之后再压塔。TPA 式的打法，这个应该也不是 TPA 式的打法，应该是什么窒息式的打法？对，就是他。 他就是打得非常的小心。TPA 现在加入了 looping 以后，就好像不是这种打法。哦，我们回过来讲中间这边，神手龟想要踢人，但是被闪现给化解掉。五拉拉顺利的拿到暴走的战绩，后方瑞瑞跟黑手 Big 也就定位了这个五角。哦，这个亡灵领域有没有办法缓住他们呢？有办法拖延一下时间，但是人头李欣已经死了。这边转往巴龙的话 ，EBD 视野上面。 还有眼睛可以来看一下巴龙的位置，因为这个时候应该不会选择巴龙，因为上路兵线太大一波了，他们应该要把这波兵线吃下来，而且这一波的交换下面是 Rush 还是拿到优势，因为他虽然说是对方的李欣绞散之后，自己的中路也绞散把它收掉，自己的 AD 跟中路两个位置都绞掉，但是你还是再拿到一个人头的领先，因为你的双 AD 位的重点是不能有任何一波是。 送掉的，就是不能有任何一波是打输的团战，因为你们在中期的威力太强，一定要把握好中期。你们在后期的保障其实就只有一个蒙多，但蒙多现在其实已经提早进入后期，他已经可以一个人中奥对方后排全部人，所以现在 Rush 只要不停的收掉前面进场的李欣或者是纳尔，把纳尔应该是打退，李欣是可以收掉。李欣每进一次应该就会死一次。李欣的装备是物防装只有一个布甲再加上一个忍者鞋，这样子的坦力其实面对双 AD 的爆发的时候是会被秒杀的。对，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一场比赛 ，Rush 刚刚有一个关键的眼位哦 ，OB 也一直在放给我们看，就是在巴龙口外面这个转角的直眼，可能会造成他们青眼的一个盲区。他有没有走到？哦，他看到了，但他直接做到了 Win 的勾。这边射手龟顺利的把 Rapier 给踢出来，但是他还有闪现，但是买 DQ 刚好变大在右侧 ，Rapier 这边真的是一个死局，这么的刚好，纳尔的怒气是满的。 这个职业被 EBD Legends 给拿掉了，这样 EBD Legends 就直接利用了这一波抓到嘉文的机会，拿到了霸王视野，而且也看到对方杰西刚好要下路，杰西对方故意把线带过半之后，赶紧就回到中间来，因为他怕对方选择强行吃巴了。这个地方会让纳尔逼纳尔去下路带线，而纳尔这个地方带线很有机会拿掉下路这个外塔，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蒙多没有 TP， 所以他带线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不太敢过去，因为现在 Rush 缺少的巴龙缺视野。对，现在。 可能变成是 Rush 要花时间去把巴龙视野抢回来，但这时间 EBD Legends 应该可以把一座塔的经济给搬回来。但上路这边 Rush 的确是先来红区里面扫一下眼睛，上路的 Chili's 也不敢深推哦，也是直接进行的 recall。上路这边有办法被中断到吗？没有，已经顺利的回家。那乌拉拉把上路的兵给收掉。两边刚刚这一波是 EBD Legends 顺利利用一个眼睛抓到了落单的 Rap， 也没有，也不算落单，但是。 因为他直接中到了勾，被李欣的枪支位移给踢到了队伍的中间。现在其实 Rush 有一个很好做出破口的机会，是看到纳尔变身的瞬，然后纳尔变小的瞬间直接开巴龙。对，因为他们有蒙多医生这样子的角色，坦住巴龙是不会有任何风险。逼对方过来开战，他只要能把巴龙区里面的眼睛清干净，确实的清干净，就可以逼对方过来跟你打架。而你的双 AD 位是满状态的情况下，打团不可能输。就这也是一个做法。可惜没有这样做，因为的确是纳尔，即使有 TP 传送过来，是一个小纳尔，真的没有什么力，真的没有什么害怕的地方哦。 越是缴了赤色屠戮，硬是把所有的兵给扫光。看起来现在 Rush 是打算跟之前一样，选择一个保守打，就是慢慢的在压制这个塔，利用自己的杰西，他状态还在的时候，他没有选择 B 站。但这个地方纳尔也是没有拿下路塔拿掉就飞回来了，所以说 Rush 这边下台也没有掉。对，经济上面并没有被拉开，拉回1000块的差距。我这边。 花美男的装备很好，点塔的伤害非常的高。买 DQ 被点爆、啊，买 DQ 直接被杰西给点爆。后方的花美男有嗜血线的加持，也拿到了上路的内塔，现在已经拔掉了 EBD Legends 高地外的所有塔了。现在是6座塔比2座塔的领先。现在是转往巴龙清一下视野，然后另外3个人结伴来整理中路的兵线。可以看到每一个都是陆队型的打法。前面的陆队长就是我们的黑手 Big， 他现在陆队长有两个，一个是他们的嘉文，一个是他们的上单，他两个人都是陆队长。对，但是看到人就杀。应该一个是副陆队长，就是陆队长生病的时候他会当陆队长，因为副陆队长有机会被杀，他刚刚是会被杀。副陆队长刚刚就是一个人走到没有人的地方，突然被车撞到了。对，但是另外一个陆队长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靠近，他现在是跟胖虎差不多的存在，就长得也很像，对，体型就很壮硕，没有人敢靠近他，很恐怖。我觉得你这样讲，台下有一个人不太开心。哦，真的吗？对。哦，他后面有挂地的。哦，真的吗？不会，他一定会说蒙多想去哪就去哪，这是他的口头禅。哦，现在蒙多在中路的确没有人敢过来找他，招了我们的胖虎。现在 Rush 的人应该是刚刚花美男拿到了第3件攻击装的价钱，回家把俄语给掏出来了。现在其实花王就算出了惊人，再加上。 巫妖来说，装备都还是不够，因为对方杰西的装备已经上太空了，对，他做火箭了。他待会拿一个无尽之刃的话，刚刚神手柜没有死，你就会看到他直接被这个超频导体的3连击直接给暴毙。现在对方的装备 ，Rush 的装备是极大的集中在两个 AD 位的上面，他们两个的装备是极度领先对方的前排，所以说 EBDLS 的前排是面临一个很糟的恶性循环，是进场的每一波都是融化，再融化，再融化，你一直融化的情况下，你根本不可能拿到人头。对，但是 EBD 链就有一个机会，就是他们抓掉双 carry 的某一个，因为只要抓掉一个 Rush 的。 输出会瞬间，他的经济等于瞬间掉了1万块。他现在一个很好的破口机会，就是在自己的飞丝装备越来越好之后，有没有机会单点打掉一个对方的 AD？ 即使是用生命换，我觉得都值得。可是他必须要抓到对方落单的机会跟他打，因为在有珍娜在旁边救援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而且这个地方 Rush 又打得真的极度小心，他就是先 poke 再说，他其实是完全不想跟你打团，他就先逼退你，然后就拿到5条了。他现在想说，反正我真的逼掉你全部外面2塔，再拿掉所有的小龙。 跟巴龙，万一我还真的输了，那就算了。对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回家也可以跟亲朋好友交代了。对，我现在就是打一个自习流的那英雄联盟玩法。对我现在不太 care 这个主播赛评会不会讲到岔气，我就是要打这种5条龙的打法。我就是打到让对方岔气。对我这边神手跪下来被留住嘛，他又是脚闪过墙在这边。 黑手比克抓紧了，他没有血量，闪现过墙继续做追击。花美男跟乌拉拉也跟在后面，越直接被远程的 poke 给秒了。黑手比克蒙多想去哪就去哪，开启了他的背水一战。这边一个斧头打到了 Win 的身上，就直接喷掉了。而且还是五龙合一的 Rush。 他刚刚那斧头丢下去有真伤的，他们现在有黄金的斗气在身上。你刚刚有看到这个飞刀上面有容器吗？我都会啦。那容器丢进去，白灵顶不住啊！有容器的电池脉冲，哇，顶不住！他现在所有的技能名称前面都要加一个真龙电池脉冲，真龙飞刀。对，真龙飞刀。哇，这现在身上有红气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 Rush 直接拿到下路之后。 还有现在还是满状态，有机会再进行转点。这个播报难度上升了10倍，我待会可能会讲，除非 Replay 丢出了他的真龙帝国战旗，用真龙面容一击戳了过去，这种奇怪的讲法。就会有人跟你说，为什么是不是要真龙一击是真龙面容一击？对，太猛了 ！Rush 刚刚这一波拿到了第5条小龙，而且 EBD Legends 是因为又是一个第5条龙的诱惑，但前面我们昨天的比赛看到的是。 是优势方想拿第5条龙，但这边是劣势方不想让对方拿5条龙，他想要进去用他的重击拼1条龙回来。对，这次又没拼到，而且他又没有配合自己的瑟雷西救回来，瑟雷西好像没有打算要跟他做这个 combo。对，瑟雷西的鬼影灯笼这一次决定要收起来了，而且他也没有想过对方会这么病态，就要这么闪现上来杀他。对，那月这边反而是也来不及套，我觉得月是遭受池鱼之殃，其实他根本不用过去，因为真的抢到你就抢到了，而且他也没有跟你也没关系。对。 其实刚刚真的是应该是 Win 的要过去，对，那这边应该是越最无辜的一个人，他就是被蒙多冲死的那个。他说那个对面的大队长来了 ，hold 不住了。对，对面的陆队长现在开卡车过来撞人，怎么办？真的 hold 不住了，这太暴力了这个游戏。因为现在是 Rush 拿到这个小龙 buff 5层的时间点，他们其实有机会再继续压制。这180秒要好好的发挥了。 我觉得现在兵线上面下路已经是完全的优势，但他们还是选择让黑手 Big。我觉得可以把黑手 Big 放一下上路，这样会是3路全推。现在 Rush 应该是要先拿下这只河蟹之后，然后再小龙去把视野给抢下来。他们想要用这个真龙的 buff 来拿一个8龙。现在如果说能够 Rush 把一只眼睛布在 EBDLS 来的路径上，然后对方走深之后，蒙多直接后面 TP， 我相信没有人收掉这只蒙多，而且一定可以开到战。所以这个开战的结果绝对是好的。而且这蒙多的病毒屠刀上面是会有真容器的，是非常的凶猛。这个小龙里面，在霸王里面有一只眼睛并没有拆到，所以 Rush 现在眼睛是被看到。哦，但是蒙多这边要赶紧 TP 过来哦，因为团战看起来已经要爆发了。这个伤害 Win 的顶不太住。哇！但是前面的电磁脉冲伤害实在太高了，而且蒙多已经在砍主堡双塔了。这是一个主堡跟巴龙的抉择，今天你选择哪一道？都不太对啊。蒙多这边其实还有 TP， 又是五拉，直接把我们的 Wind 给灌倒，这个伤害。 七里神鱼是套到了大明身上，而且所有队友拉开了，没有被海之霸主伤害打到花，继续做追击，是有真容器的火箭轰炸，顺利的击杀掉了神手贵，这边拿掉了 Jungle 以及辅助，是人数上面有一个5打3的机会。现在陆队长要带领大家推中路了，一个5人的集结拿中路，因为知道对方的 Jungle 跟辅助位都已经倒下的情况下，还有至少20秒时间才会出来，而且对方菲斯也没有闪现跟大招了，对，绝对不可能抓到自己的 AD carry。哇，你知道现在最开心的人是谁吗？是我们的 THL， 他们现在 全部人都在帮 Rush 加油，加油 ，Rush！ 仿佛是我们的 Cloud9 跟我们的卡布情节啊！哇，这个地方是李欣还没有出生的情况下，其实 Rush 还有机会直接 Rush 这条巴龙，因为现在以双 AD 位来说，你只要敢打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对，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放弃哦。他们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战队，而且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就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就是他们很好的发挥自己这个阵容，双 AD 位再加上 一个很强的拉打跟 poke 的做法。哇，那这边当然龙 buff 的时间，龙魂的 buff 时间已经要过了哦，但是现在靠着这次龙魂 buff 又拿到了下路跟中路的军营的情况下，现在 Rush 已经可以说是拿到了90%比赛的胜率了。这个拿到双兵营真的要输其实很困难，而且现在尤其是每一条小龙重生的时候 ，Rush 都很有可能再拿一次。对，我真的是他如果真的每一次再拿到一次 ，EBD 而且真的不能怎么样。这其实就跟包月其实一样，就你包月到了，你只要再付一张月卡钱就可以包了。这个就是你之前有赶上版本的进度，拿到之前的神装，所以说每次的小龙之后，你每次的改版，你只要稍微花一点，你就花一点点的努力，你就可以变得很强。但现在 EBD Legends 可能，除非他爸是郭台铭，要不然他现在很 难用台战，现在直接把龙。因为 EBD Legends 就是他可能晚了别人2年，可能玩英雄联盟，他的英雄不够用，他必须要花钱才买得到。对，那这边哦，连究极黑手 big 都不给你，而且现在蒙多已经喝了真大药剂，走在路上的时候是更有威胁。对，虽然这边没有露露哦，但是这个巨大的心情的药剂是会让坦克变大的。 虽然坦克变大是没办法利用，英雄联盟是没办法太利用体型去卡人家的位置，但是他可以吃到指向机，会吃到比较多。再加上巴龙 buff， 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走到了上路，上路的小兵即将狂暴化，再配上现在杰西的 poke 威力依旧强猛，蒙多医生又是无敌弹塔的情况下，这一场 EBLS 要手下这个塔的难度是难上加难。对，而且伍拉拉这边的选装其实也很聪明，他并没有上无尽之刃，他上了嗜血剑，提供自己的生存能力，因为他知道现在对方 塔直接被秒，有巴龙 buff 的加持下面，超级无敌三兵营了吗？快三兵营都爆了，正式进入熟女模式。这个要说 Rush 要准备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吗？这时候说我看过比赛拿过三兵营的，还没有输的。对，现在可能就算是我们的吉祥大神降临现场，也没有办法逆转这场比赛了吗？买 DQ 在前面拼命的在点怒气，但是后方的神手会虽然把人踢进来，但是伍拉拉这边重攻有没有办法倒下？ 伍拉拉死了，前方在双马前爆发一波团战，哇！惊人逼出了七力士，但是前面蒙多在坦着雷射塔的情况下，把满地 Q 砍到快死。花王在这边直接把塔给摧毁掉了，蒙多没有存血，这个蒙多做坏了。后面的花王就在蒙多帮忙 cut 出所有的位置的情况下，点爆了 EBD Legends 的主堡，拿下了这场的胜利。但他们的表情好像有些淡定啊，他们的表情也是觉得我们这样打得这么好，我们应该要赢。 没有，我知道他们淡定，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现在1比1，他们还要再赢一个 No Game No Life。但如果现在导播的镜头够专业，可以帮我们 take 一下 THL 没有啊 ？THL 没有在现场。没有 THL， 你可以假装 THL。哇！哇！天哪，太棒了！就顺利的已经拿到了晋级。那我们可以确定 EBD Legends 被淘汰了。所以没想到我们 LMS 春季资格赛2周的赛程的最后一天，我们要跟2支职业队伍说再见。这今天是职业队伍的坟场。 哇，好险！今天没有其他的队伍，就是今天不是一个什么。我昨天就打完了，对不对？对，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危险了吧？太危险！今天这个气感觉对，有些天有异象。对，天有异象，那个太恐怖了。而且 EBLS 我记得，我记得他们，我记得他们是有韩国教练的，我真的是有印象中，真的是我听过传闻是有这件事情。他们的，但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感觉，他们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他们好像一直在换位置之中没有得到这么大的成长，对，感觉失去了自己原本该有的风格，就完全看不到，就变成是我们看到今天的 EBD Legends 好像在打单兵，他们好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一个队伍，反而是他的对手可能这一场 Rush 战队中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 play 的处理，每一个眼位的处理，我觉得他们搞不好这一场来说，他们表现的比 TPA、比 AHQ、比闪亮都来得好，这绝对不是开玩笑。他这场就是除了一个嘉文上面被抓之外，他剩下每个点都是极度的小心。他就是任何就算能抓到的、能硬上的点，他只要有任何一个很输的可能，他绝对不做。他就说我就是慢慢打，反正你前排永远都进不来，我来。反正我们是一个 poke 阵的阵型，我们已经拿到了该有的经济领先。我们不是说，因为 poke 阵可能着急的是我们打到中期，现在经济是平局甚至落后，那现在 poke 阵就开始发现他们打不赢，但他们拿到了这样的优势的情况下，他们不着急，一步一步下。他们以这场他们结 close game 的程度来说，就 close game 的利落程度来说，他这次的表现可能是这次我们 LMS 预选赛里面最好的。对，就他 close game 的做的最漂亮，他中间没有什么波折，就成功的结束这场游戏。好，那我们再次的恭喜现在的 Rush 已经拿到了1-1的战绩，紧接着广告过后要带来最后一场比赛，对上 No Game No Life，Rush 能继续的进军下去吗？我们广告过后精彩的比赛马上回来。